数位转型你行不行？大家好，我是 Bella， 欢迎各位再次收看由台湾数位企业总会所企播制作的 Digitalk 节目。那我想呢，所有的领导人都知道一件事情，当趋势呢在变化，或者是市场的一个典范呢在转移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选择的呢，就是你到底是要当这个市场里的领先者还是追随者。那事实上呢，不管你是领先者还是追随者呢，这两件事情其实都有风险。那如果你当领先者的话呢，你可能呢就没有任何的一个学习的那个前辈，对，所以呢你在做这件新的事物的时候呢，就好像是在大海里面呢就是行船一样，对，你必须要靠着自己的经验才能去摸索。那有时候我觉得就是说人生其实呢跟这件事情也很像，那我们大家回想一下，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在求学的时候努力的念书取得好的成绩，然后出来职场之后呢就是努力的求表现，希望可以赶快的升迁，或者是呢你结婚的时候呢就是嫁给了一个好老公，或者是娶到了一个很棒的老婆，但事实上呢这一切是不是就一定是成功呢？有时候其实很难定义，我们可能会说你必须要放长线，到了人生最终的时候你才知道对于你来说这一辈子到底什么是成功，或者是什么样才是一个最美好的人生。那我想呢其实数位转型这件事也是一样，各个阶段的一个进步，或者是每一个阶段呢你取得了那个阶段的一个锦标，其实都不代表就是你在数位转型之路上呢就是已经达到终点了。那我们今天的 Digitalk 节目就为各位邀请到一位呢在数位转型的一个历程上面呢其实已经小小的有成绩的二代企业家。另外一方面呢，在跟他对谈的过程里面，其实我觉得他挺像是一个哲学家，因为他一路走来呢其实都有非常多他自己的想法跟理念。欢迎今天在我身边，也就是我们特别邀请到的东杰黄伟忠黄特助，欢迎伟忠。好，谢谢贝拉姐，我是黄伟忠，大家好。好，伟忠很开心呢你今天从那个南部呢就上来特别来上我们的节目。恭喜你呢就拿到2023年的数位转型顶格奖的一个荣誉。是，那其实真的是刚其实说贝拉姐说那个是我领导，其实没有，那真的是大家团队的一个成就了。是是 是, 是，对对对对。我觉得其实数位转型这件事真的是这样子，绝对不会是领导人啊或者是某一个人的成绩，但是一定是你在这个路上有非常多的坚持，还有很多的信念的灌注，才能够做到这件事嘛。对，我觉得就是数位转型这个工具现在真的是越来越强大，这真的好好用的话，然后在它可以真的能够执行，那可以帮助你执行你想要做的经营的一些理念，还有一些目标。好，那伟忠在节目一开始之前呢，我们是不是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你自己，也介绍一下东杰？我七年前从美国回来，就回来台湾，然后就在这家族投资的这个东杰科技这边上班。那一开始我在雷射部门，然后之后我就在当总经理的特助。那我是大概七年前从美国回来，然后就回来那个东杰科技，一开始是雷射的经理，然后后来去了总经理室当特助。那目前呢我是当除了特助以外，我也有在当代理的发言人，然后也有在东台东杰的相关企业当董事跟监察人。那我自己在美国那时候是念物理，在 UCLA。那我那时候就念，这是念那个找那个暗物质，暗物质这个就很难找，后来没有找到，可是还好有毕业啊。然后之后呢，也在那边后来做了一些 postdoc， 然后在一家茂联，那边当过，在美国那边当 FE， 然后之后就回来东杰这里啊。这个大概是我个人的经验。那我先问一下，暗物质是什么？暗物质哦，就是说很神奇的是，你现在看到宇宙这边，就是所有看得到的东西，大概只有在宇宙的物质只有占5%，然后有95%的东西是看不到的，对。然后有一部分是它只有地心引力，可是它是让整个宇宙能够这样子连在一起转的，那个叫暗物质。然后还有一部分叫暗能量，是让宇宙膨胀的那个东西。所以那这两个黑黑的东西占了95%，然后一直
现在到家还是不知道那个是什么东西。对对对，跟宇宙魔方有关系吗？欸、魔方哦，对啊、哦，漫威里面的魔方，欸、对，放一些想象力进去，应该可能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吗？对，就是让那个惊奇女超人之所以会变成超人的原因吗？有可能，对，那个真的是宇宙太多神秘的东西哈、uh-huh. 所以那时候就觉得，我就觉得，这个找看看，然后就花了五年多去做实验什么的， uh-huh. 那真的还没有。Uh-huh.就找不到、uh-huh. 然后现在还是没有找到。没找到可以毕业啊？可以，你就说我很努力的找，然后找到的一个曲线，就是说这个东西应该不是在这个范围内，它应该在这个以外，然后其实这样就可以毕业了。哦，这样子啊、哦？对对，早说嘛。那个荧光幕前的朋友们，如果想要念博士的话，这一门可以学。哦，是哦，可是还是要努力找啊。嗯，好，那是不是我们再来接下来介绍一下东姐？我们是上25年的公司上柜，然后我们其实是做设备的，那设备包括自动化检测跟雷射，主要是雷射应用。那应用的产业是面板、半导体、PCB。那最近面板这边转型，有一部分是转那个 micro LED。那我们在 micro LED 大概7年前投入，那目前也是小有成就。那主要是雷射的精密机台。那资本额是16.4亿，就是普通啊，可是跟我们客户来说，这个算是就小小咖哈。然后上柜25年，那董事长是严瑞雄先生，那是也是跟东台一样的董事长。然后总经理哈陈在仁先生。那470人的公司，还有一些相关的证照，这个就大家看一下。嗯嗯嗯嗯。那也很快讲一下，就是东杰科技，除了东杰科技以外，还有三家子公司，一个是富林，这个是做老牌的真空设备给 LED， 然后有一个汉来科技是物流的，然后还有一个永兴光电这边是做十字镜，就是纳米压印，然后做一些精密的十字镜啊，还有之前蓝宝石LED 用的蓝宝石基板。那这边就是25年，然后我们有一些据点，大部分在台湾跟大陆啊。台湾有4个据点，我们在台南南科、好，那就是如果总归我们三个东杰科技的重点的话，就是我们可以做大尺寸的精密机台，还有相关的自动化。然后我们是技术跟研发导向的公司，主要核心能力包括雷射跟真空。然后最近做了 micro LED 的相关的先进的，还有先进封装的这边的制程，雷射制程的自动化跟检测。大概这个三个重点。那我觉得还蛮好奇的，就是因为我看资料里面说你回来东杰7年的时间嘛。对对，然后但是你刚刚也说，其实你在那个国外念了5年的暗物质。对，然后再工作10年。嗯哼，所以再才回来。对，那所以工作的工作5年，讲错了，念书念10年，然后工作5年，然后回来7年。你刚刚不是说博士念5年，是加上前面的大学，总共是念了10年书？对，就是加大学。uh-huh, 我不是那种很可以，那边那博士念10年那个就很惨了。好，那但是其实严格讲起来，你就不是本科生嘛，不管是在对东杰来说也好，哦、对，甚至就是说后面在做这些数位转型的事也好，其实都不是。对，但是我觉得有一个雷同点，可能是你刚刚也讲到，就是说在5年的做研究的过程里面，其实你很认真啊，很持之不懈啊，然后想要去找那个真理的这件事情，也许是有一点点相似的。是吧？所以是不是可以从这个精神这个角度来跟我们讲讲，就是说你回来东杰7年，你到底在做什么？的确就想要多了解一下那个公司嘛，然后我这边想最先做的就是先从资料这边来看，所以就自己就找一些就分就拿一些实际的数据来做一些报表，然后有找到一个不错的工具，就可以做那种互动式的报表。那类似像这一种，这个就是 AR， 这个是 account receivable， 那时候财务的资讯就是那个应收账款、然后我就来看看说，我们公司客户集不集中啊，然后现在这些应收账款这边大概分布是什么，哪一些啊坏账大概是什么，然后这边是互动式的，所以每一个小节这边其实都可以给你更详细的资料，这边就可以大概一眼看一下都大概一些公司在应收账款这边的一些特性。然后呢这边就稍微有点密密麻麻，这个是主要是我又看看报工嘛，我们公司的人其实很认为叫工厂，所以报工还报得挺扎实的，那我就看所有的部门，然后他们报工，比如说一个月的报工大概是分类是做了什么东西，比如说这个绿色这边应该是 email 吧，那就有些部门其实怎么 email 写那么多，然后一些报告也写很多，然后类似这样子可以做第一层的大概知道说
那个客户，就是我们的部门员工人员工大概在做什么。嗯，然后另外也有一些加班，有时候我们加班加的蛮凶。那我这边其实就是说，把整个部门每个人的加班状况拉出来。那这边其实有一些颜色的不一样，就是说，有些人加班，首先有几个客观完，有一个是 加班可能加很多，好，那是一个颜色。然后如果说他加班比他的同部人员也超出很多，那也是很奇怪的事情。嗯，好，然后。啊，两个都有的话，那又是另外一个，所以大概有三种颜色，大概就讲这三个事情。那这个是我做的另外一个报表。嗯，然后后来就是说，在给奖金的时候，我们也把就是往后推一下，大概奖金大概是分布的。那我喜欢这一种，就是说，它大概有一个 bar 跟你说这些数据分布大概是怎么样子，然后实际的数据就是那一点一点的东西。那点的大小应该是对应到那个奖金的大小，然后一样互动式的这个东西就会有。实际的一些资讯让你出来，让你可以往下看，所以这个时候，对，然后最后这两个报表就是说，除了专案，那我这边是话说，这个是我们的机台要出去，就这边是在场内，然后零的话就是出车那一天，然后出去之后，它在持续的成本投入是这边左边这边，然后实际就是这个分布大概是什么样，然后这时候我就其实还有做一些想要做一些分析，就是说机台分布好像就是掌握度。有一点发散，那这个其实是因为我们很多是客制化的机台，所以这边有时候第一次做的这投入上比较分散比较大。然后最后一个这个比如说是这里应该是毛利率，然后这边毛利率的分布，然后这边是它成本投入的情况吧，然后这个就是也可以做一个分布图，然后你看看说毛利高的跟毛利低的大概是怎么样子，然后它实际的执行状况是怎么样。所以我那时候花了大概几百张这种图吧，整理大概十几二十张，然后礼拜六就约了总经理一起来看，然后我就很高兴跟他说我看了这些，然后这些问题什么的。那其实总经理后来我是看到他听了快要睡着了，可能就是说有时候就是说可能光看数据，可能跟实际上面，因为有些数据这些呈现的样子可能有跟因为数据不准，跟实际落差有点。然后我这边讲很多那个可能他知道根本不是状况之类的啦。不过我那时候反正就是，他可能也是就看我很。就觉得首先看到这个报表不错，这种互动性的报表真的可以，有时候一眼可以看往下看好几层东西，然后他也觉得说，好像公司对于那个这种数位化的工具可以多用一点，所以后来可能也刚好遇巧，他也有这个念头吧，所以他之后就他自己就下来做了很多这个数位化的，就是数位转型这些事情，数位化的工作，那个就是。就是你比较正式的一开始的时候的起头，我觉得多多少少可能有，至少他虽然听的内容可能听了有点，他可能听可能太多了，可是他就我觉得他有就觉得，这种互动式的管理报表可以拿来好好的用一用，帮忙帮助经营管理这样子。我觉得蛮好玩也蛮有意思的是说，伟宗你刚刚在介绍。对，或者是说在分享，就是你刚回到公司的时候，因为对公司就一无所知嘛，对，所以但你蛮好玩，就说你跟别的二代不太一样，有的二代会从产线开始蹲机台啊，对，然后有的二代去跑业务啊，然后有的就从人资部门开始做嘛，对，可是你蛮好玩的是说，我的理解是说你好像会开始就从你们的资料库，对，不管是纸本的还是那时候就已经开始有一些 Excel 的资料啊，或什么东西会有这么多的档案？对，因为我也不知道，像刚刚那个加班时数，你们以前到底怎么去整理这些加班的状态，然后那个派工的那个情形？对，也许搞不好是一个一个的档案。对，通常就是他会有人就很可能会，通常就是把很严重的加班拿出来，然后大家针对那几个就检讨一下，检讨就大概是这个程度。就比较少说看全面，然后可以。这个样子。对，可是你们公司那时候人就不少了吧？我们一直都是400到600之间。所以你那时候其实等于是在做一个海量数据的探勘的动作。对，其实那些数据其实一直都有啊，只是有的时候就看怎么，希望就是说一直没有找到一个很好方式呈现出来说，怎么可以全面看一下大概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你那时候在做的其实是现在的那个 Power BI 的那个人脑版。对，其实我这个算是就是 data 的 visualization， 怎么让这个数据很多的数据可以用什么方式可以
很多又可以多维度的大概知道它的分布是怎么样，嗯，然后从里面找出一些，欸，有点奇怪的地方可以往下转，嗯，欸，这篇都 data visualization 的部分，嗯，对，你刚用了一个我觉得很好的字眼，嗯，就是所谓的多维度，哦，多维度， 对，因为以前我们可能就是点嘛，从点到线到面嘛，然后到什么三度的立体空间或什么的。那以前数字可能对我们来讲就是数字而已。对，你可是你现在把这些数字整理起来之后，在刚刚讲就在总经理的那个眼中或者是眼前呈现的时候，它就忽然不是只是数字了，因为它忽然架构出一个他过去可能就是没有看到的世界。对对，然后也因为这样子就启发了就是整个的一个冻结开始往数位转型路上走的缘分，我可以这样说吗？一小部分、嗯，因为其实总经理这边应该有，他也有很有想法，只是那个报表的部分我觉得他看到我这个就互动式的这种多维度的报表，他就觉得，这个可以好好利用一下，所以那部分他也投入了蛮大的心力了。好啊，那可不可以就是说一下，就是说，总经理后来投入了心力之后，冻结开始做什么事？是，那这个就是跟那个后来我们在2022得了一个金根奖，这个就是那个企业的就是针对转型这个东西做了特别的贡献了，然后2023我们得了那个哈佛的那个数位转型的顶格奖。那这边我稍微说一下，这个就是说总经理进来的话就是那个资源啊什么就不一样，所以他这几年其实投了大概7000万，然后拉了大概50个人，就是每一周他自己在这边顶。那他这边那个做的数位转型就很不光是只有报表，他就多维度，从行政这边客户的系统，然后智慧化的研发系统，还有工厂，这个也是有研发，就是设计的管理系统，然后这边每一个他有他的2-3个系统，然后还有子系统外商的系统，比如说西门子的，然后把它就是用在我们公司的营运上面，从各个层面的营运方面这样做。讲到这边，其实我们这边做的话还是偏就是目就是说可视化，那主要就是说你要看得到才管得到，所以这个是第一步。然后呢，那这里我就拉几个那个系统我比较熟的几个来说。那这个是其中一个，就是我们公司的正式的报表。我刚刚那些讲的那都不是正式的报表，那是自己的。然后这个就是比如说这是成本，我们是做机台的嘛，那之前我们要拉一个成本的话，我们要跟财会这边申请，那大概要一周，因为他们就 ERP 那边要拉出来。那我们这边现在已经做了一个即时的，而且是多维度，就是说它可以当时预估的时候成本是多少，那应该是蓝色，然后实际的话发生是粉红色，然后而且分料工，料工费，然后还可以分场内的投入跟我们出去之后场外的投入。然后这边的比如人工的话还可以，就场内的投入如果分人工的话，它还可以再拆更细，机电软这边人各自投入多少，然后场外的话那时候机电软是分多少，所以就可以就是很多维度让你知道说，很快知道说，这个状况到底如何。然后这边还有右边这边其实仓库，我们这边料鼓励说如果要从仓库现有的料多拿出来，那这边也会做一个记录，所以这个就是即时的成本，我们现在这个对于我们成本管控就很方便，不用再那种一周的那种 turnaround 的时间。然后第二个是比如说我们也说保固就是我们机台出去然后验收之后就开始保固嘛。那保固的时候这边其实是说大部分的这边也是保固的那个比例吧，然后这个是金额，然后就有点机密说把那个数字拿掉。那大部分的保固都不会太多，我们大概我们有一个预估的期。那像这种大颗的这个就是踩到雷，那这个就因为我们客制化的机台有时候真的就是这个就是辛苦的地方，对。那这个报表就是说，针对这一颗大颗的，你想要看每个月大概投入多少，这个就是趋势，然后它投入的成本到底在做什么，这边的分布。所以这个也是一个算是我觉得就是很丰富，然后也很可以让你同时一眼可以看出大问题在哪里，然后大问题你可以直接也可以往下看。这是针对单一机型还是针对单一机台？它每一个圈圈，每一个圈圈都是一个机台，所以你从这边你可以看着大概看出说，哪一些机台其实是有点不太对劲的。所以你们出去多少机台都可以做这样子的一个 check。对，就是对，就是这个也是即时的，所有的都是可以都可以呈现在这边，然后你可以针对任何一点，它会点下去后做这样子的时间跟那个种类的投入的分布。做得很细，对，所以其实真的你要很多资讯啊，就是至少就是不缺资讯啊，只是你要看出里面的端倪。然后再来这个就是我刚有说我们花了很多钱去买外购的系统，刚刚那个都是我们自制的报表，那这里我们主要是买西门子的 POM， 就是 Product Line Management System， 主要是
设计 图的管理的一个系统，就是它我们的图，我们的设计图可以直接 2D 3D 都把它灌进来，然后它对于那个 version control、哦、还有这边图的应用、哦、就包括生产这边怎么直接在生产这边可以开图来做，然后还有做 BOM 把 BOM 拉出来、哦、参照这边整个这个系统就它就可以把它包，然后之后产出的话你可以做这些数据化的设计，你可以做如果包括电的加进去的话你可以做 digital twin、哦、然后还有其他的远端这边的服务、哦、这个我没有玩过，所以这个系统大概也花了3-4千吧，所以我们当时那时候投入一大部分其实是把这个系统建立架构起来，对、嗯、然后除了系统外我们这边也做这一产品也做了一个就数位转型的部分，这主要是移动机器人，这 AMR 还有其实还有天车啦、哦、那这边天车的话就是说这跑来跑去的东西你如果架构一些让它眼睛、哦、它比如说可以装一些特别的眼睛，它就可以做 3D、哦、立体、嗯、针对它的环境做 3D 的 map，然后或者是他可以认人，那就可以看说人的流量啊，或者是这个人该不该出现啊，然后对还有一些障碍物、哦、还有一些就该不该出现的东西、哦、就是一些方案的，然后还有特别的一些 sensor 就可以做氧气然后落成，那这个就是在产品这边我们把它加入的一些 智能 的功能啊、嗯嗯、大概是针对就是后来就是那几个很大的系统，我就挑了产品跟一些报表的、嗯哦、呈现出来我们这几年其中的一些成果、嗯嗯、那除了刚刚讲的就是说 PLN 的这套系统、嗯、然后延伸出去的是你们的主干架构之外，其实我觉得、嗯、你们也做了一些点的创新，比如说刚刚在最后一页的那个厂区的一个智慧安防巡检部分，其实现在蛮多的智慧工厂都有这件事情了，对，可是我确认一下，因为刚刚你还讲到可以做人脸辨识，它就是主要是说、嗯、其实人流啦，就是说它可以统计一下、嗯、它可以认出你是不是人、哦、然后你是人的话它就可以算说哎、那大概这边的流量是怎么样、所以它就是可以做到就是说、哦、比如说我现在这个 A 区好了、嗯、对，在这个时间点里面应该是一个人要上班啊，对，类似这种、嗯、可是它没有办法、它应该就是这个人脸这边还没办法，所以就是说比如说那个本来应该是 Amber 上班然后忽然变成 Judy 上班、嗯、这件事是没有办法处理、嗯、对目前对、嗯、我们的对目前这个系统是不过我觉得这个还蛮重要的，而且也是现在很多的智慧工厂里面蛮普遍片看到的，对，对，那这个也是你们自己独立开发啊？这个稍微说一下，对，其实这是跟我们成大的连教连正杰教授，我们跟他长期的合作，然后就是、就支援，就长期支援他的实验室。那他是做，所以这一个是他实验室出来的技术，我们把它变成我们的产品的一部分。你们就变成是场域了吗？ 对， 对，然后但变成你们的产品，所以你们现在也可以把这套那个系统跟技术然后就是直接输出。对对，像这个 3D 场域的建制、uh-huh. 这个就是用它的演算法放进去的、oh.OK， 所以其实就听起来你们在做你们的数位转型的过程里面不但就是强化了就是东杰自己的一些竞争力、嗯、对，然后甚至在这个过程里面你把它变成是东杰可以就是整场输出的一个新的产品或新的服务，对，就是成为一个亮点、所以就在某些程度上它等于是替东杰找到一个新的商业模式，对，这个就是说让这个我们的商业模式啊，就是主要是让我们的这个产品更有竞争力啦。 但你就从自己开始做起吗？你是指我就是一开始新的技术总是要 debug 嘛、啊、对对，然后确认它是可行的，对对、uh-huh, 所以就加为了加速这个、嗯、我们就请林老师这边就是在开发的时候他先投入，所以他有第一版 prototype、嗯、然后这个演算法我们在就是在我们自己的人再把它演更有效率的把它提升做成真正可以用的商品。那我其实也对前面你所讲的就是包括你在那个维修的一个成本的控管的那件事情上面、嗯、其实也觉得蛮有意思的。嗯，对，因为我好像很少看到就是比如说我们去参观的时候好像很少人跟我们强调这一块东西、嗯、对吧，大部分人都讲到就是出厂为止嘛。哦，对，因为这个是设备业的话，就是我们常常又讲惨一点，就是有时候会说，买设备送工程师啊，就是你的设备，你其实你要做到能够很稳定，就出去的话就不会乱七八糟事情，你就这个就是成功的产品啊。如果你很多常第一次做的设备，或者是你的设备稳定性不够好的话，常常就会变成我们还是要替客户负责啊，所以这边还是就要派人去把它调到好。那时候这种成本就是。
说好一点点就是学习成本啊、uh-huh. 就是要确保下一次不要这样发生、uh-huh. 这种事情不要这样发生、uh-huh. 可是我觉得就从这点来讲是挺好玩的一个思考的模式、hey. 对，因为比如说我们 很多我看到很多啦，他就在讲说比如说完善的售后服务，嗯嗯嗯，对，然后就讲说你那个报修之后我可能就是24小时之内一定就是派人去把你修好、啊哦、对这个、嗯、对这个常常听到嘛，那现在也会听到就是说我们在那个机台上面装那个感应器嘛、嗯嗯、对，然后去监控，然后当数据开始异常的时候就去、嗯、因为发出警示了嘛，所以你就赶快去做一些处理，对对，那可是我觉得你们是更进一步，对吧、嗯、因为你们去分析就是发生异常的原因，然后再回头去做就是找出那个异常原因的点，然后去把它解决，就是这个其实跟客户的互相啦，如果客户这边他的专业能力很强的话、嗯、其实发生问题的时候 他如果知道问题是什么的话，我们这边维修就可以更快、嗯、那如果常常他只是说哎、欸，就是啊机台怎么样了，然后我们听到了、嗯、我们就要进去先去找到底是什么问题嘛，有时候还不是我们的问题、嗯哦、所以这个我们要有能力能够 辨识，那对，如果是我们的问题我们会处理，那我们就是要让就赶快去处理，因为客户这种自动化的产线是不能停的、嗯哼所以我们非常重视这件事情，嗯嗯嗯，对，所以 我觉得其实就是在你这一 part 的部分，我就会想到就是以前不是有一本很有名的那个畅销书、嗯、对，就是那个问题背后的问题吗、啊哦、是这个吗？答案是 这个书名是这个吗？我有点忘记、欸、如果是我说错就是我的问题、哦、没有，你讲畅销书，那 我好像应该假装我听过，然后可是我可能在我自己的排行榜、哦、好 okay, 他应该讲的是说就像你刚刚一开始所呈现的、啊、你去分析就是东杰的那个同仁们的工时嘛、哦、对, 对、那个、找出异常的状态嘛、嗯、然后甚至再去细究就是他的那个加班的时数这么多到底去做了什么事、嗯、然后所以再往更深层的去想办法就去处理就是这个、嗯、发生的一个原因，对对，那就是我们看问题就没有只看第一层了嘛， 嗯, 嗯, 嗯，对，因为我们等于遇到洋葱一样抽丝剥茧，对对、哦、洋葱丝剥茧，对，因为的确就是说，因为我们后来我们有一个 KM 系统，就是应该就是 knowledge management、嗯、就是这些乱七八糟这种处理过的问题，我们其实都会回来然后做整理，然后存入那个系存入我们的教育的知识库里面，然后就以后可以重很重要的问题，就这个解决方式那个就可以变成一个 case study， 然后就可以让相关人知道，就不用一直重复、哦、所以你们的 KN 系统里面有放到这么细的资料？有啊，有、哦、其实我们一直在推崇那个 8D， 就是 8D 解决方式、嗯、所以我们的这些问题回来总经理常会要求说、啊、你就写 8D、嗯、所以你就叭叭叭叭你就写，然后就会 8D 是哪 8D？ 啊 8D 啊、嗯8D 就是它有解决问题的八个步骤了，然后那个八个步骤讲不出来就惨了，回去总经理叫你写8次，可是我可以前面大概六个是怎么教你做怎么现况调查了、嗯哦，所以他会跟你讲什么坏号什么的、哦、那大概前面六个是这样子，然后之后就是会说你的短期的应变是什么，嗯哼，哦、啊你的长期应变是什么，这、嗯、就要让你区分说你在救急的时候，你不要以为那个就是长就是就root cause，、嗯、所以你还是要知道root cause是什么，然后它对应方式是什么，所以这样子分起来大概是八 D 啊，嗯哼，然后我们、嗯有点像，不知道我乱讲的，比如说5WEH 啊，先定位出来，对，类似这个、uh-huh, 但是重点是你们还多了至少两个，就是你要讲解方，对，你要讲、嗯、因为那个包括解方的暂解跟那个就是系统性的解决方式是什么，嗯，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样听起来的话，就是说东杰的企业文化啦、嗯、对，至少有一点是蛮好玩的，就是包括你也好包括总经理也好、嗯、其实是蛮去落实的，想要找出就是现在看到的问题的那个背后原因、哦、然后甚至要设定出那个解方嘛、嗯、对，因为我们就知道就是说哦，很多事情如果只是空想就找问题其实就是想嘛、嗯、想说它的发生成因是什么， 嗯对，然后去判断嘛，可是问题是想出来之后总是得去改善啊，对，没错，对，不然就是你就是空想没有执行力，比较偏哲学而已、啊、对对对对，可是我们接下来就要讲哲学的这一 part 了哦，到了那边了，是对啊，那我觉得就是对伟忠你来说好了、嗯、就是
从一开始的就是那个暗物质嘛、哦、对、嗯、暗物质，然后到现在其实很多事情呢，如果我要套用你刚刚一开始你讲的那个宇宙好了、嗯哦、就是我们看到的，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世界其实是 5%，就是所谓的可能暗物质的相对就是光明物质吗？哎、就是我们的那个那个叫做什么元素表、uh-huh. 元素表那些所有东西加起来就是我们的就是5%而已。你知道就是对，我知道元素表、嗯、然后元素表上面什么氦、氖、氩、氪、氙、氡那些东西，对对对、就是包含我们这边所有看到的东西、uh-huh. 就是元素表的东西、uh-huh. 就是百分宇宙只有5%而已、uh-huh. 啊其他的95%就是那个以外的、uh-huh. 啊不知道是什么、uh-huh. 是大是小是圆的是方的其实都还不知道，因为没有人看到。哎、欸，对，那个是看不到的，可是你要看怎么证明它是大概长什么样子。Uh-huh. 现在就是在找这件事情。对，所以我就想讲，就是说，从伟忠你一开始讲的那个暗物质，然后到你接下来分享的这一段，就是从你回到东杰到总经理后来带着你们开始做这些事情，是对，感觉上就很像是要在找那个东杰背后的这95%的那个暗物质。对，然后才想办法能够从找的过程里面去改善那个5%的我们所处在的这个冻结世界里面。就是往核心那边，往核心那边去。因为今天的题目我觉得也定得很妙嘛、哦、我们就说那个数位转型、嗯、停看听行嘛、嗯、对，所以其实假设说好了得了数位转型顶格奖，其实是对你这个阶段都对东杰这个阶段的肯定、嗯、对，那但是我们一定会说我们不能自满于此嘛，我们必须要再往前走、嗯、对，所以这段时间好了，如果说我们停下来了脚步，对，然后开始思考的时候、嗯、你有没有对这段历程觉得有什么东西或许可以做得更好，或者是说下一个阶段你们还想要做什么、嗯、对、嗯、这个的确就像贝拉姐讲的，这个时候就是得这个奖，我们真的可以反思一下，我们大概是到什么，大概其实只是到什么水准啊，然后到什么阶段，然后其实我们真的其实要做的是什么？那这边当然这有一些发想啊，哈、嗯，就是纯、比较纯粹发想的东西、嗯。那这里的话，其实啊，你会感觉到包括我自己画的图，就很多很多数据哈、嗯。那所以就是说 in the age of data， 我们这边很多很多数据的话，其实重要的是说，哎、欸，你从数据这边到底有没有 insight？ 你到底有没有看出什么端倪，有些怪怪的、嗯哦、那所以你 data without insight 就是 trivial， 你就没就不是了什么东西。对吗？我刚刚就想说我怎么会讲出那么有哲理的话，原来是我看完这个。对，我真的觉得这个还蛮这个蛮有学问的，这个、嗯哦、所以 data without insight trivial， 然后你这如果只有 insight， 那 without action are pointless、哦嗯、基本上是这样，所以我们这边如果说一说啊之后没有做的话，那就是说一说而已。对啊、嗯主要是洋葱啦，我想用洋葱表达的话，就是说我们这边做的其实数位化的可视化、嗯、就是把数据数位化然后再把它变可视化，这是第一层嘛、嗯、然后我们这边东杰这边有做到稍微第二层，就是这个资料我们在总账流程跟产品这边把它智慧化、哦、那智慧化之后更厉害一点，就是它自我优化，它自己跑然后自己优化这个事情，这是第二层。那其实第三层是就像贝尔姐刚刚讲的，其实我们的 core 这做这些事情其实 core 是什么，那这个其实就是文化使命跟商模的改变。所以你看这几个这些公司他们做数位转型、嗯、你看他们真的是做到说改变他们的核心，所以他们的这些转变你不太他就不需要什么强调我的数据我的数位化多厉害，他直接呈现他整个本质的改变，那真的是很厉害的。比如说像 Uber 他是没有车，他的科技让他可以没有车也可以运作，然后 Facebook 是没有 content、哦、的一个 media company， 阿里巴巴是店是那个 retailer， 可是他没有 stock， 然后 Airbnb 他没有房地产，可是他是租的。然后 Netflix 更厉害，他是从实体的 DVD 然后变成 streaming， 然后 streaming 发现他自己还是需要做 content， 然后做这 content， 然后这些的全部的东西都是用数位转型为主。那这个可是他做到已经说数位转型这件事情不重要了，因为他已经达到他本质的商模的改变。这个我就觉得这个才是最终的目的，你做这、所以做数位转型，你其实要知道说你的 core， 你真的想要做的东西到底是什么，然后利用这个工具把它做出来。嗯嗯嗯。所以我觉得这个层次上要知道我们大概做到哪里了。所以
这一页就讲得非常的清楚，就是我们过去在讲说我们必须要把数位的科技跟工具，对，就只是把它当作是一个手段而已，对，手段跟工具，但是不能忘记最终你到底要做什么。对，对啊，因为这边都是我们想要创造，我们想要解决问题，我们要自己要知道说我们在就是说我们在想要解决问题的话，或者是说我们要改变现况的话，我们要确保我们的思维是有没有本质上的改变啊？如果说我们一直用同样的思维在想要解决这个 level 的问题，这是不可能的。这个有点悬啊。那时候我跟他，我就想说，比如说像找一个另外一个也是就很厉害的东西，比如说核子弹。核子弹当我们如果要现在要解决核子弹太多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其实不能就说。就不能以当时创造核子弹的时候那时候的那个思维模式去来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当时创造核子弹的时候，其实你是用就是展现很大的实力嘛，或者是你用吓的想，所以还会创造一个这么恐怖的一个武器。那你现在要把它 de-escalate 的话，那你就是说你现在可能要以共好这种思维来让大家都觉得不需要这个样子所以这个整个思维上还有目的上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就是说一个底层一个另外一个思维了。那再来这个是这也是突然就发想到另外一个，就是说就是有时候你觉得你自己已经做是不是数位转型已经做完了这件事情那这个是当时2003年，美国去打伊拉克的时候，10天就把伊拉克打下来了嘛。然后他就在那个林肯号的那个航空母舰就说 "Mission accomplished"， 这个事情。其实后来我们大家也知道，就后来他们在伊拉克，美国在伊拉克卡了20年嘛。所以就是你要只是要提醒自己说，你不要把目的当目标。所以数位转型其实是一个一直在持续的一个里程。这个是我最后一页，我是觉得说你刚刚提到数位转型数位工这些东西都是一个工具所以我们还是要回到说我们到底要做什么，所以我们在启发团队或者是说自己鼓励自己要往前进的时候，其实更重要的是你要知道为什么而做了。那这个就是小王子的作者有一个很好的说法，就是说如果你想要打造一艘船，你就不要想太多这个比如说 operation 类的东西你的木材你的分工什么做的相反的你是用去激发人对海洋的一个渴望，往出的往想要去往上去的海洋，这个船自己就会，人家就会想办法想办法把这个船做出来你就不用告诉他。这当然比较理想化，可是我觉得这个很激励啦然后我也觉得很适合说，当一个工具太闪亮亮、太厉害的时候你还是要提醒自己你的初衷是什么那个才是最重要最珍贵的事情所以 if you know why you will find the how 好，所以这个是几个做到这个阶段然后几个不同层面的一些发想啦是其实蛮人文的人文对啊对啊但也很人本啦我觉得就是比如说像最后一页你讲那个小王子好了对你在大海里面吗对你要操控一艘船对你不能就只是教大家说那个水手就是努力的划对啊然后或干嘛干嘛其实应该是要去激起大家的刚刚讲的渴望 对然后大家都想要去到某一个岛上所以大家就会眼睛都看前面所以大家就会各司其职对然后做好他们每一个就是岗位该做的事情对对对如果目标一致然后大家做的方法也有一个方向的话大家就会其实就可以让大家往那个在那个范畴内就是航海王啊航海王航海王里面的那个海贼团队是你有看吗其实没有我最后一个漫画应该是灌篮高手吧所以对大概差个几年吧不过我回过头就说我还蛮喜欢你刚刚讲的就是说爱同学所分享的那句话对因为你刚刚一开始讲说回到底层思维当然底层思维这本书最近好像也挺红的但我承认我还没有看对可是其实我觉得爱同学讲那句话里面其实也提醒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 always 不能就是用你一般遇到问题的时候的那个思考方式去看待每一件事情嘛 对因为其实现在研究里面也证明就是说习惯领域其实有时候是限制你的无限发展可能性的一个枷锁是你可能就是在就是同样的那个就是那个
那轨道上一直走嘛，对，对，所以讲的就是说，如果你一开始你所设定的那个方向就是错误的，嗯，就算你用再好的工具，用再好的一个方法，或者是再用再棒的一个员工，你 always 也不会走到那边去，所以方向一定要正确，对，对，对，那所以就是说要找方向的话，的确你就要回到更根本这边，你这其实说你是就是要有一个 sense 说，哎，你我现在。在思考的这个 level 到底是不是这个高度对不对，嗯哦，可能不对，所以才会一直在那边，这个问题不是在这个高度可以解的，你可能要往另外一个，没错，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韦中你刚刚讲的里面，比如说你一开始回来公司的时候分析了很多事情，对，其实如果讲到这一页的时候，我就觉得变得忽然非常重要了，嗯，比如说员工的一个加班状态，如果你只是觉得说，哦，那他就是加班时数不够，继续多加点班，嗯，对，那 always 不会解决问题，对，对，我们可能要去比如说提升员工的工作技能，嗯，对，甚至要去改变，比如说一些组织上面的一个流程，对，对，去加快他们的效率，对，对，那才能够去解决你刚刚讲的根本的这件事情，对，就是说，其实就是公司，比如说我们就可以就在想说，我们公司对于加班这件事情，我们到底态度上是什么？我们是因为基本上。其实就 PPTT 上面有写，就东杰是一个很愿意给加班费的公司，那其实这个是我们要的吗，那如果用这种方式的话，我们找来的员工心态上会是什么样，就是说其实从那边其实往回推，就很多就是一些经营的理念，这边其实也都可以探讨的出来，是，好，我觉得就非常谢谢就是韦中今天那个来到我们节目，对，我觉得讲了很多概念跟想法，其实就是有一个名词就叫升维思考嘛，对，你必须要把自己的格局，你刚才讲必须要把自己的格局自己的层次往上拉一层，对，你才能够找出好的一个解决办法，对，那就很像说我们企业领导人好了，如果我们 always 都在想的是现在眼前遇到的问题，然后或者是说三年之内公司会遇到的状态，那一定你在你的市场里面会遇到很多竞争者，因为大家都跟你一样，对，就只想解决眼前的问题，然后只想赚眼前可以赚到的钱，对，可是如果你把眼光放长远一点，我去看之后的七年十年的时候，你的舞台就会变得非常的大，而且可能是空旷的，因为能够想得这么长远的人其实不会那么的多，对，因为大家会觉得说，哦，我现在投资这么多，就他可能要到七年、十年、二十年之后才能够回收。我觉得很多人会没有办法下这个决定。是，所以我这边大概就补充两点吧。一个就是说，呼应 Bella 姐讲的，刚刚其实说你可以看那么远，其实常常是因为你非常清楚，你知道要什么，你公司这边你的核心你非常清楚，所以你才可以有那个眼光跟胆识可以看那么远，因为你知道你要守护的东西是什么。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是说。就是说的确有很多 insight 啊什么，可是刚刚我那有一个就是说有一个 slide 也是说，就是 action 还是很重要，讲了这么多，其实还是要最后还是要有行动力的表现啊，这个就是也是期许我跟期许大家这边就是说想到某个程度之后还是要去做了，要不然就是探讨不完，真的就只有哲学。好，是，我觉得非常期待下一次啊，我们有机会的时候呢，要跟韦中就是约在比如说晚上的时候，对，然后一起喝点那个小酒，对，然后敞开心胸谈很多哲学性然后富含哲理的事情，我感觉其实挺好玩的，对，然后希望到时候我也可以多分享一些我又多做了一些什么东西，好，那我们那个荧光幕前的朋友们，希望呢我们很快呢就可以跟韦中呢就是相约那个台南，然后大家一起就是来听韦中讲他这段时间里面又做了什么事情，又有什么样的体验，那也希望呢就是各位朋友们听完今天的分享之后呢，可以从你眼前的困局中走出来，大家一起呢去迎接就是全新的世界，那韦中我们一起跟荧光幕前的朋友们说再见，大家下次见，谢谢，拜拜。